然后那个可耐福的要做到后，就是机械师想问一下，不会又要做5公分吗？就是让我问你到底要你要做几公分呢？ 2到3公分啊。好嘞。然后那个不是板是用什么板呢？用那个硅酸钙板。你不是问一下那腻子那项腻子魅力外墙跟可耐福吗？